什么？狐狸公子的肚子里竟然装着另外一个蛋仔？ Oh my god！ 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他肚子里的蛋仔是谁吗？兄弟们，太恐怖了！狐狸公子的肚子里竟然装着另外一个蛋仔，是真的？确定了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在蛋仔岛遇到了很多的蛋仔。众所周知，这些蛋仔都非常听我们的指挥啊。我们在游戏中有上下左右键，因为我们是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们肚子里没蛋仔啊。所有我们按上我们的蛋仔就上，我们按下，它就往下走。对。而在蛋仔排队中，其实有个蛋仔，伙伴们就是狐狸公子，他的肚子里装着另外一个蛋子。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蛋仔是谁吗？我来告诉大家呀。小伙伴们，看到狐狸公子的牙齿，很多人感觉到恐怖。如果你不觉得恐怖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不害怕狐狸公子呀。对了，伙伴们，我把我是怎么发现他的肚子里有蛋仔的经过告诉大家啊。小伙伴们，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，原来伙伴们，兔妖其实就是狐狸公子肚子里的那个人啊。而兔妖就是狐狸公子喜欢的人，兔妖一直居住在狐狸公子的肚子里，所以你们知道了吧，狐狸公子肚子里的人就是兔妖。